making you a gamer rock star, gone feeling that way. It's just for me, like they're free.啊，我还在载录。又刚跳窗在跳 OBS。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心。好了，我开好了啊，等一下先干嘛？对啊，他倒下了，月夜在上班。问上，对啊，他上到八点。那我们就是不能打末日的意思，还要干嘛？我现在去看我，我看一下我有没有火可以送。我开好战局了。我已经开好我自己的对修。那所以，我过去还是你过来？有问题得修。你现在在哪？我现在在空中别墅。那我过去。还有49分才可以转 ，OK。我要先去看我有没有货啊。还是想要弄夜总会。我其实对夜总会哦，好吧。
等有钱很多的时候再来考虑。We need.好吃哦，哦，我在种地堡的、啊。就对那些先在底下开枪啊，有车子你就在车里面开枪啊，给我几台黑车在楼下、啊，就直接在那个开枪就直接出发、啊，然后就直接走了，就不用开上去了。对、啊，你就直接离开啊，就是。就全部处理掉啊！那你可能就要等我了，不然就你想要就。你躲掉锦心进去还是会有锦心的、啊，所以就是拿了，然后之后赶快拿去，就直接躲锦心啊。啊！你直接从楼下出去好了，为什么我啊？好哦，不是、啊、我刚不是跟你讲说直接楼下开车对开车里面开枪，然后就直接绕干。哦，好吧，那不是啊，楼下会躲警台黑车啊，
他会放几台黑车在我下、啊。黑车啊，就黑色的车子啊。对啊，然后里面通常里面都会有坐人啊，你就直接开枪啊，就直接出发、啊，就直接走了、啊。我都不会，我都没有骑上去啊。对，我在开台啊，怎么了？那叫。啊，你可以打字啊。啊，你要讲什么？好美，那你等我一下没？这个送完。五个点，那个吧，就是三个，然后选一个不会被发现的那个吧。我操啊！那个。那还好啊，那就看你就周遭看一下哪个比较隐秘啊。那就是三个随便都可以。没有啊，他如果是三个都很明显的话，就是都没差、啊、就没差、啊。那就没办法。应该会有一个比较不明显的、啊。叫！哎，王老出现了，那个员工免费帮你做，哎，对吧、啊？他是免费的，他完全不跟你收工资，你知道吗？所以你天。啊、这么好的员工哪里找，对不对？什么样的地方？
啊，我现在管你声音了，你要说什么？我不知道几座哪一台啊？啊啊，那时候是小白哦，哎哎呀啊！You're busy, busy. It's gonna cost a little, but I can hook us up.哎，你再讲一次，我没听懂。哎，三小。笑死！笑死！我再送货，等一下。桥下，桥下，桥下，一个贫民窟。
躲藏桥侧边那一个，桥侧边那一个。对对对。对对对对。问题呢？话说到坐车那一部分，我自己是蛮不太会给陌生载啊。对呀、啊。我第一次给别人载就是只有问吧，问之后就是试试他们那一次了。对。然后问那一次，那一次。他刹车的时候，我一直安全帽去敲到他的安全帽然后我下车的时候跟他抱歉，然后结果他说啊没感觉啊OK 哦，我 OK 哦然后接下来好笑的就是是那一次对对对，那一次他还疯了啊！很多欸，其实那一段路还蛮多好笑的。第一个我上车嘛，啊，我第一次坐挡车嘛，那、啊、你知道我踩的地方是什么、啊？湿湿的变速器。然后湿湿要打挡的时候，干你娘怎么踩不下去？然后我发现我的脚在被踩。超好笑的。抓肩膀这个会出事哦，不是抓肩膀的话，他在转弯或是各种情况下，他要转龙头，他很难转。对，就是了。然后重点是那时候干。只是当下还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他说他，然后他当下直接问陈说：“你的车是不是有问题？”因为他那时候他原本是骑他自己的上来啊，但是因为要载我，所以他要骑陈的那一台，所以他当下问陈，然后结果陈看了一下下面，然后陈把他笑出来，超笑，我跟陈那边笑好久，超笑。然后再骑一段呢，陈骑在后面嘛，然后陈就默默的看着他的那个袋子飞了，啊，对他那个防水袋，然后他们两个骑到一个路口的时候停下来，陈就用非常锐利的眼神看着思思，然后思思就一脸懵逼的看着他，啊，怎么了？然后陈就用眼神指示思思看一下后面，
二十四下一秒直接大叫，靠呗，超好笑。好笑。好，去的时候是实实在啊，回去的时候是沉啊。我跟陈还算熟啊，之前就认识啊，之前就让他们两个我家过了，这还行啊。那收地球。嗯。然后在某一段山路吧，思思起步的时候弹了一下，干你娘，我整个人往后飞，站下来，超级好。然后后面的就都还好嘞，后面。我是乖小孩，坐车不滑手机。啊，因为我放背包里啊，找路是他们两个。然后他们两个在进台北的那一座大桥之后，就两个人就分开了，就不见了。对，然后他们两个就沟通好，叫陈先过去花博了。然后我们两个去找你舅，对。对啊，他穿女装啊，女仆装。我上次之前就看过卡纳本人的啊，啊我。这次看到他女装啊，那还真的是没有的。啊，你说我吗？屌丝，确实。然后，他拿我纸记了，他有一次夜排昏倒，太好笑的。我不知道，他好像肚子痛啊，还是什么的。然后他那时候 DC 刚好有人在问说，在之前更之在他肚子痛那之前。DC 有人问说有没有饮料免费送，然后他就要，然后点了一杯魔爪，然后结果那时候一堆人在找他，超好笑的，就剩他那瓶没有魔爪，他也没拿，超好笑的。对，他好像怎样的话，但是他刚好那一次他只有一个人，所以他也没办法离开来找我们，超好笑。就是有人送过去给他。微瑕，就夜排还蛮好玩的。嘟嘟嘟嘟嘟嘟，故事姐姐可以陪人家地球。你，我。能够的秀，回台好笑就是。思思的后轮滑胎吧，然后差点击落路人，超好笑的。然后刚好就停，前面刚好有一个红绿灯，然后就都停下来，然后思思一直道歉，
然后那个女生就跟着我们骑，然后一路骑到台中，然后就私自带路。然后最好笑的是，我跟你讲哦，休息站明明就在前面哦，但是私自看到路边有休息站牌子，然后就转弯嘞，然后骑到一个荒废的停车、荒废的厕所，超好笑的。然后我们骑出来，骑回到原本那个路口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休息站在前面，我们就在那边笑死死，真是超笑。哎，思思在那边，要过去聊天吗？笑死，刚好聊到思思，思思就出现。哎，喂。我爱吃东西。哦。麻薯丝。买什么？馄饨。游轮。啊，你要买游轮哦？哦。你说啊，你要买游轮？啊。这游戏最没用的东西。那你想买什么车啊？有警，那个是捡武器配件的，应该是吧？你是不是看到类似案发现场的地方？好，那你可以直接干掉那个警察，然后在地上找东西。那个是一定有警讯的。然后地上应该会有一个类似武器配件吧，反正就类似枪支配件的东西，就枪支的零件呢，握把还是弹夹还是什么的，枪托之类的。它很小，真你就晃一晃，上面有跳提示，可以按的时候就按。因为我忘记它会不会反光，忘记它会不会亮，应该是不会。反正就地图上差不多那个蓝点的地方啊。那你可能要等我一下。找到五个有奖励吧。那你等我一下，我还有 1.7 公里，我他妈要开一台大货车回去，我操！
陪你了。Bang bang bang,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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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 bang bang， 我的火。你听我讲，啊不对啊，思思在，那我们可以抓思思来末日啊。对，你说不知道思思有没有在就是。你可以等下再来，你只能不能算了，不会。所以我们要过去找思思吗？可以呀，但我还在。他是在玩原神吗 ？Champagne is gonna flow tonight. Hey, I know it's tacky. 是原神还是什么？我去找你。来，来 ，my baby, my 爱个子那样的。那基本上像是配件。Hello, hey, what up, boy? 你伫个倒位？你到位，你到位，你到位。我走证据。啊，你是不是有那把什么卡宾步枪了？啊，那对，那就没有那个枪支配件了。没有，有就不会有枪支配件了。哎，换我来演。你骑我的车去啊，我车在旁边。为什么我有黄点？我没有看到钱啊！黄点啊，蓝点啊，它在哪里啊？不是也你有我有蓝点啊。不是，我是说你有什么？我那把枪啊，所以我在找啊，钱。它有一箱现金。我不能捡啊，它不可以捡啊。在那个旁边，你在旁边多绕一绕，然后你再。还是因为你没有去爬进去。好吧，算了。没有就算了。后面。后面。啊，那个整个后面。Hey, how can I help? Okay, okay, I'll get you out of trouble. No problem. 哎，我这又有一个蓝点呢，是啥？
啊，你要去哪里啊？是不会有啊，但是这些车会停下来啊。哦，那应该消掉了吧？应该不见了吧？不知道，去看看。啊，应该是不见的。你有在看地图？哎、欸，还在、欸。不是什么？这里啊，你有蓝点吗？我这里。那台车吧，剩余时间呢？还是你要直接 CEO 邀我？会所那边啊，哎、欸，又有蓝点的，我来耶，去看是什么。哦，不对，这个我不想解，谢谢，再见。不是，直升机坠机。哦，真是不用了，谢谢。我想说那个，我想说那个蓝点为什么在动？那你要看一下天上。好，对不起，下次一定，你就坠吧。说你不买金开会员吗？我想说不买。My baby, my my,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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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啊，真彩。No, no English, sorry. No, I am spotty dog. 那个聪明那个 S 怎么单开头那个我不会念啊？什么？那是史努比，不是史努比。那姐姐是弟兄，嗯。来来来来来，嘎子来啦啦哒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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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呜！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啊，你不是要动那个吗？应该会员。嗨嗨耶耶哟。机动作战中心是挺低保。啊，那所以金牌会员要直接走的，啊，我是每个会员。还是你要买金牌，哎，不是机动作战中心。我先看一下暴君解锁条件。对，因为我是解锁的，所以我不知道。暴君600那一台，NK Two 哦，不是 NK One 哦。啊？他都在军火啊，只要是军武，只要有火力的都是在军武啊。买，有一个军火大亨啊，暴君 MK2 Yes sir， 因为有一辆金牌的位置，以老板身份完成客户差事，客户差事是 VIP 的那个，不是不是，是金牌位员里面的登物，我那天，我对，那金牌位员要哪些登物才能放？对。军火最上面，大台的，他是大台的。我最上面是科萨卡。科萨卡不用存放空间，复仇者是放在那个地那个设施的。应该说可以放设施，也可以放机库。我已经忘记了。嗯。大哥，好吧，那只好买夜总会，不然我这样哪一边好了？夜总会哦，你可以正面的不要赚的，你可以放这个给他烂啊，然后你就赚那个下面那个他会自己产货那个就好了。不然都买不了，可以只赚那个。我自己是买西好卖屋了。对，因为剩下的说是在，要么入口奇怪，要么就是地点真的很差。不然你可以直接开去那个点看看啊。你看那个最南边那个，他妈的，那个超烂，那个超烂，那个真的很烂。看你啊，你也可以买佩罗，佩罗好像还行。我啊，我操！哎，啊，你仓储空间你有改吗？它是放货的地方。没有。OK， 没事。我放货也就我也只有买两个而已，我没有买到满。还要买啊？就是不是金开会员，他是直接停下的啊。他底下有一层是金开会员车库。仓储空间是拿来放你货的啊，就是你产货要空间啊，就是产完的要放的地方啊。啊，他负面的那边是做黑的、啊。
看你有什么啊，像他，你有地堡，他那边就会产另一批军火出来啊。然后你有那些那个什么，你有摩托邦那些的，他也是还会再产那些东西出来，产第二批。所以就是看你其他有什么资产，他那边会再产第二批出来。不用啊，不用，也不用补原物料，他会帮你弄好。对，缺点，缺点，你的那个合伙人他会跟你抽成。有那个夜总会本身的营运费用而已，就是正面那边的。这还好。正面，正面就是。就是像我那样啊，偶尔进去把那个人，哦，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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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你说载那些什么基本设备来吗？要，你要去载设备载员工。My my my my，I got the line。啊，你好像还要再载一个表演者吧？那个表演者是你可以选的，就是你第一开始预设那个是最烂的啊，后面你可以选，有三个可以选。你可以等第一个的那个升那个什么那个人气掉底的时候，你再去买一个新的回来，买一个好一点的回来。嗯，什么东西？他可能会有一个选项叫进入另一个。哦，那是因为夜总会你可以进别人的，但是你进去别人的，你要付入场费。那我们要去找书的吗？哦，他是在打那个铁道了。啊，原来铁道有开放世界可以走、啊。因为我没有在看地球，我不会玩地球，他不懂地球。我只有看到你一直操着四个人打人地球。对。那所以我们要过去地球。关系很有趣。对对对。Give me a dinero. When I'm done with him.
过的那个窗户。对对对。Love of God, what happened to just donating money? You know, stop explaining. I get it. Do you want my money or not? No. Well, in that case, fuck off. What? What's up? 约战第五季。好，明年呢，好耶。会，我去拿个饮料。对，外面饮料。去。关心一下我吧，不然他都说我不跟他说话。
回来了，去倒一杯神奇的东西回来，不是七叶胆茶，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啊，等他泡，那要过去得修。啊，我们就都用。喵。喵。阿弟。哥哥过去。呀，你不过来吗？过去。等一下，你要再刷刷手游的秀。那好，得修。哎，没人在吗？哎，喂，喂，哎，结果没人在。对。哦，好吧，好吧，好吧，那只好帮他上香了。他妈的瓜小！哎，他活过来嘞！没有啊，耳机在放在上面，我用喇叭听声音了。哦，亲姐不想跟我们讲话，懂了。我懒得去拿，我懒得，我懒得去。我都懂，我都懂。他妈的，这以名字改的真音吗？你说我啊？你没有，昨天骂得很凶，干你娘是他妈，这次还划水是怎么来玩的？我昨天那个睡觉睡起来的时候，发现干你起来，然后去听，然后听他们的骂人。快乐一点，阿明。没有，他骂的比我还凶。我顶多他妈干你娘会不会玩啊？他是一年生的，干你娘你会不会玩？不会玩就不要玩，怎样的？哎、啊，哎、欸，靠背，你知道我刚才当下经历他妈听晕的葬礼，我是真，我他妈是真的很干你娘嘞！啊不玩嘞！每次真的有点不能接受哎、欸，干，妈好像真的要死，真的死了一样。没有，干你骗我，你不，我不相信，这不可能。你不信也得信哦。他妈的，这不是崩坏三？他是，不要狡辩，他就是。他只是人为，我没有见到尸体，我他妈不信干。人要见到尸体才罢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我操！没错、嗯，老子一定要见到尸体，我才罢休。哎呦，我操！这个要怎么办？他可是可时装小色哎、欸，他又不是机子，操！哎、欸，机子也是可时装角色、啊。他妈的，他至少不会。干你娘的，闭嘴！我不想听。我的。屌死！不行，我被自己逻辑打败了。没事的。哦，干你！我等下我要去抽根烟的，操你妈！这么严重？我操你！你知道我玩崩坏这个星球轨道，我为了谁玩吗？我是为了停云玩的。我当时候内测，我是内测的时候，我当时候是为了抽他，啊一发就中了，公测干你两没中，我抽好几发才中。还是先抽到希尔那个，先抽后面抽到希尔才是中那个停运的内测的时候。公测啊，哎、欸，公测18就中了，十抽就中了，好爽。因为我停运到八月的时候才第一次遇到停抽红的。咖啡，然后我公测之后，我希尔当初内测的时候希尔18就中，然后
公社直接倒底，而且还是大宝那一种。哎、欸，再次看一个，看看这个。嗯，你看看这个，你看9月24哦，你看9月24，最后收的时候，11月18号，不不，第一个死抽。我告诉你哦，更好玩的是什么？你看霍霍，霍霍，霍霍，霍霍霍霍。OK。这是第二十抽。世界布局，我中了那个吗？那个。What you need, boss? Some wheels? 白鹿的装备。I can bring them round. 我没有，但我直接装在霍霍上面了。I'll bring it to you.我那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接话的。那是接话的，那个接话的，或者是那个那些冰冰角，那个谁都打不过。没有没有，人有5名，4名被暴揍。我好像还没保底过、啊。六页的话，除以二，30，我现在还三抽而已。啊，我才三抽哎。哈哈。我全部主要是抽这些。然后刚刚好，刚好用到白鹿章，破破上面，感觉，我认真的，他的砖虎有点不像他的砖虎，有点不太好用，对，功能方面有点不太好用。然后他有送他的砖虎，直接开走。嗯哼，直接开那里就好。他有送化妆物。屁啊！我直接看这上面人还不摔死、啊。哎、欸，他有送化妆物、哦。没有，不是妆，但是就是刺型的。哦，我这个是加攻击力的妆物，但是他治疗很少。他就是有点治疗太少了。其实这个攻击力你。你用其他的用就好了，其实它用主要是在治疗上面，跟解那个 debuff。不过因为它可以提升，它的大招是可以升攻击。回复一点能量加攻击，它很适合配停雨。哦，这台车是在慢什么？我要抓空。阿金。好、哦，看你俩机子也是他妈没有尸体，啊，没有尸体，哈哈。那确实，都不知道掉去哪边。啊，你放那个。这代表以后时装有可能没有停的时装，干你们！
哦，啊，你怎么带着一颗骷髅头走？笑死！我刚刚远远的奇怪，我想说什么东西在发光。我知道啊，好扯啊，这什么鬼东西？哎呀！屁的啊，那骷髅头还不掉下来！我操！就这只，不知道。哦，我看你飞天了一下，不要问我，我刚看你整个，啊，骷髅头掉了，我看他掉在路边，哦，看起来你的画面应该是还在，不然他不会这样翻，要死，我不知道树干之类的吧。哎、欸，西河的那个什么，那个地道要装什么装？我西河是速度跟攻击套吧？啊，用磁条。对吧？它有一套专门这样，可以无视，这件套可以无视，好。这样子套长怎样？我不知道。嗯，那、啊、怎么电话也被抓进来？很好，不好吧？欢迎参观。我要去移车，把一些没有用的车移去其他地方。Hello there. What's with the two?把它吸了一物操。我笑死。哎、欸、其实燕心挺强。对啊，其实我觉得他蛮强，可是大家都不喜欢他。我主要是。我主要是我是看婆的。佛系玩家，哪个不要婆就用他，谁婆谁用他。哦，繁星璀璨的天才。对。啊，繁星璀璨的天才，老子就是天才。好啦好啦。我觉得这台皮质啊，其他应该可以丢掉。那台免费的跑车啊，我居然还放着，笑死。OK。那个皮质啊。我不管，我知道等狐狸主席出来，我就用它。好。干，现在没有进入自己的车库，我操！其实飞空虽然是武器，但是它的大招其实伤害蛮大的。啊，干，它伤害才打到一万多的，啊，它普通，但是要叠那个伤害，还没叠 buff， 它 buff 才会有二段普攻。
我不是正有套车吗？但是它血量可以是可以到六七千多。破破，哎，你说，哎，你花多少操作破的？二十九。跟我差不多。啊？你赚两只哦。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效果命中6.9，攻击力21，防御力19，防御力5.4%。看里面啊，废物。那你。打星球给到了，我不该为了霍霍去打地球。你妈的！那你还不如霍霍太萌太香了。出去毕业旅行之后，大半夜跑去海边了，吹风了。吃烧烤啊！啊？那就是他妈傻逼啊！啊？怎么？哦，我烧起来了，靠腰。看，不要跟我说这些人是不能撞的哦。你没有，我是撞那些后面你说烧烤的人。你要上车吗？哎，干这 AI 还是真的是 AI 呢？他妈的会，哦，竟然不会那么傻傻的去算治疗。他妈他会评估。哎，不破的治疗量。血量100%治疗的，他只要血量越高越多呢。还用复活人操你妈！哎，旁边有蓝电哎。但二命的缺点就是他复活的时候只有100多血量。哦，是这个哦，这个就算了。但是他可以复活2次。白鹿加是复活直接满那个那种半血量以上，有人去测试过，他如果带杰帕的杰帕可以用仰卧起坐5次，再试试，对吧？
哎呦，哦，哇哈哈哈哈！攻击56，攻击力4.3，暴击伤害6.4，击破特攻5.8。这个你要吗？这个你要弄吗？还不错哎，干。破了，我就不是很想破了。没有，他有后门啊，走后门比较快。你又不说心里话。我室友突然变臭。哇，我靠！我听你什么时候打出5000多伤害了？说跟我希尔的那个么，说说快一样了，发射。啊，没事，我希尔还是能稳定在15000那边。大招的话，那是御空伤害，最多到3000到6000。那、啊、你俩，我说真的，我在看那个嘛，听你的那个新插那个嘛，那个什么，万圣节什么什么鬼的仪式嘛，好吧，就是那个新海葬那类似海葬那种群体这样，啊，电击活动嘛，看你俩看到那个放什么弹珠，但我真的心情很难受，我认真。老哥嘞，好、哦，我想等下出去买饮料，抽个烟好了。我去。看你脸了，我说这么一天，我要去米哈游爆破他。OK。我去。对，24。如果说我要牵车的话，我要准备啥？啊，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啊，充时间啊，因为他们如果去车行买，他会一步到位啊。哦。只要告诉你怎么用就好了。哦。哎、欸，攻击力、暴击伤害，算多数就不错。等下出现双攻双爆，那个真是发达。哎，我来了。咦。那等下我先祭材质的阳寿，我要出这个气。我已经跟奥斯卡绑定在一起，是不是？你要先用完他的才能用你的，用完你的才能再用谁？没有，我现在在用菲力的。我那时候还是 Q 菲力。但你说我才去用菲力的、啊。是吗？因为我那时候跟那时候我在 Q 菲力，那个阳寿借我中了还愿，还愿说了谢谢，然后抽一下中了破破出来 ，What the fuck？破破好好用，你知道被禁锢什么的，那把负面效果直接马上给你拔掉，好爽啊！
罗刹那个赛车。我没有撞，是你自己借过来的。然后瑞瑞自己撞他。我操！啊不对，瑞瑞以后不要让孩子开车。这神惨。我操！没有，我干！妈在高速公路，我可以把那个，把生命耗尽。现实中，我可以在那高速公路，开的跟那个 GTA 一样，他妈一个大货车。不是，你要想想看我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坐货车？我有一次在内线道，坐外线道，坐外线道，然后一台货车在我旁边，然后前面，然后我外线道前面的货车他妈越来越急，觉得是我的问题。那就是因为我为了闪货车我才跑的、啊。我你妈！啊什么？你说什么？哇，双攻哎、欸，双攻双爆哎、欸，加个防御力。哎、欸，真的也是，攻击214，7.3，暴击率2.5，5.8。他是多了一个新词表啊，然后多了一个东西。欸、他升只有给我升攻击力，没有升到什么防御力。我操，他这个很硬欸，他25号那天要下来台中，但是他26号休收假，所以他在想他要回台北坐车呢，坐回飞机回去呢，还是台中坐飞机回去呢？我操！好，嗯、啊？操！公园到清泉岗要多久？到清泉。我只是升了一个下去而已，我他妈吸额就可以到20000了，什么鬼？看一下几局，怎么突然变动了？然后，对，没错，我应该要把霍霍变成速度套，速度生命套。
靠，然后稀有的血量瞬间升一千，一千倍。摩托车。等下，瑞瑞，你是考手牌还是自牌？手牌啊。牛逼！可以把昌明讲的跟工作一样。我看听配货货在配希尔斯那边牛逼，你现在可以马上开大招。二六是礼拜几啊？看一下。二六，好吧，礼拜二那边。啊，对哦。哎，你跟他排，你进去的时候跟他排，要修25号。没事的。老子想法想要送你去喝酒，干！笑死！妈的，你进去就跟他说修25号，到你吗？我不管，我那时候我一定要骑摩托车上去找你。没一刻。所以我到13号之前，你都可以上来。对，我知道，我在想我什么时候。现在到13号以前都有空。你那边还是确定没有车吗？嗯哼，不然就是我现在直接秒跟终极切刀。哎，我干的比较这，哎，我先跟你说，我说错了，你上次不是跟你说4年2那个5000多吗？哎，那我说错了，那个是2。我知道啊，上次跟我讲说5年3000呢、啊。说错了，哎啊！前面这位姐，你要开车的吗？因为我发现他只有你能上车，我不能上哪一台，我不能开，对吧？我应该不行。你不要找他，他是。对，我不行，我不能开这台，我只能坐后面。发表吸了快十年。你的歌手。哦，两个攻击，一个爆伤。好东西，好，现在还是不知道当兵要带什么。呵呵，当兵应该是不用带东西吧？不用。抓人刀就好。好快！我确实。哎，人刀就对了。对啊。啊，你说什么？打路好多。我是没在听，那是。哦。这样看不到，我也看不到。我看那条狗。不要找队友。这么看，这么看。
Jesus, Dave, there's so many buttons. Just press one, it's what you do for a living. I'm a DJ, not a fucking pilot. Go on, you've got this, my son. Make me proud. Whoa! Dad, that's not making me very proud. Okay, don't worry, I'm back. For crying out loud. Oh, okay. Okay, I got it. Whatever you press before. All right, okay, cool. Don't press it again. 要干你鸟了，后货怎么暴击？他妈3000多，什么鬼？啊屁啦！暴击3000多哎、欸，哥。开左边。850这才正常吧？干，3000多什么鬼？天赐。去给他带了生命套跟那个速度套，怎么？然后5-6%而已吧。那后面那种 speed 能升满吗？好像只升到3而已。对，因为这台车无改，我只在把它搬车库而已。这台是那台免费的，没有在用的。知道，对，我不是你爸是谁？没有，真有没有？对，橘子走。没事，我在看 DC， 我没有在看路。那你要不要开起来玩 GTA 哥？哥，没充电哥。哎。我也不知道我要删什么，你知道吗？把系统删掉啊！你买一点吧。多多少钱呢、啊？5000块。多少钱啊？1000到2000而已。我买 HUD 啊。那户头交出来啊，先给你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我就要，你有什么意见？啊，所以你是现在要5000块是不是？然后加那2000，然后7000块是不是？懂了。我放屁，大弟弟。你有这闲钱，还不如帮三叔换麦好了。他就不想换呢、啊。我也不知道啊。我听到回音哎，你知道吗？有时候会吓到。回音。我说你啊，你的。这个直接切过来就好，这个直接切过来就好。我
这边等你，就是等你看切过来啊。确实，底车没有在越野的吧？又是手套，干妈的！哎、欸，对，哎、欸，思思，嗯，你们那套雨衣有连接吗？我们那套雨衣有。没有。啊，还有什么新骑摩托车推荐的东西都推上来，我看看，应该是没了吧？还有什么？摩托东西有很多、啊。我说推荐可以弄的，就是安全、okay 哦、安全那一类的，对对对。有安全那一类的话，就是防晒衣、防晒衣，然后车靴。可是我看你都，你有在穿车靴吗？我车靴会。那个去仓库的时候会穿，当哦短途那种就不会了。嗯，当短途是还好，但有时候会穿的、啊，主要是它有时候够保暖，够保暖、哦，那也很好穿的、啊。只是穿上去是很难穿上去、啊，但是穿起来就很好。哦，然后手套我会买两套，一个是夏天用的，一个是冬天用的。哦，手套我是觉得我需要冬天用的，夏天穿啊对。冬天有些死干啊，真的是手超冷的。我防摔的话，我是只有出去跑山或者是骑很长途才会去穿。嗯，我应该会，手套应该一两千吧。啊，一两千有啊。哦。要到三四千的、啊。不知道啊。那我跟他不一样。是我这个是被打，那是被打的。笑死！手套，那你就先，我想一下，先给我雨衣跟手套就好了吧。车靴我之后再看看。车靴不用看，车靴先不用看，你现在还不需要用到。对吧、啊？雨衣500块。啊，你那一套500块啊，这么便宜啊？我想说那个看起来配备这么齐全，因为只要500块啊。啊，没有，那个是很低阶的，那时候我们是拿来一直用。哦，反正我应该那种就够了。对了，手套建议是买到1500以上的，那才是真的有正常使用到。反正就你推啊，就你推，就这么简单。当时候那个他电脑很烂的时候也是叫我帮他推啊，对吧、啊？反正什么东西都是自己的。配完之后嘛，他说那时候他我没钱，换不了。好，然后后面他就是看我的那个配置，然后他自己去自选，然后又自己配了自己一套。该听你。啊。狗屁事。然后结果现在弄出来的根本都不是配的，都是慢慢换的起来的。慢慢自己去了解自己慢慢了解用的，太厉害了。根本都不是一直配的。你要知道，我当时候给他配的是 i5 时代的，那时候帮他是配 i5 时代，然后配2060，那时候。对、啊。结果呢？现在呢？3060。3060，然后还跳槽 ND。多、啊，好爽啊 ！ND 就是舒服，什么破肝硬的哦。然后后面他一开始是不挑的，后面看到微信干，我要微信，什么都是微信，他妈跟 ROG 一样。啊，对了，这台车也可以移去另外一台车。那好呗，我打开我的虾皮就马上看到停雨，操你妈！操你妈的，还是第一个是摇头立牌，他妈还是歪头的那个，大你娘！是怎样玩明白了是不是？这大数据是玩明白了是不是？操你妈的！
Yeah.的情绪难免失落，有门来总在我想去去寂寞，彷徨而无助，谁能懂？哎，对，你蓝牙耳机买了吗？你说那个吗？对啊，买了。我安全帽买的时候就顺便买了，那就要装一装了。嗯，好，那每次如果是日常骑行用就还好。如果你很常跟别人出去跑步的话，要不要跑骑车的话，这你要考虑那个叫什么？那个通讯了，不然他用内部通讯的话是很好，但是不是内部通讯？哼，没啊，是的，那个音质会直接掉烂。是的。我现在也就顶多进 DC 而已啊，没什么。那段你就进，那就不能听歌了。啊？为什么不能听歌？可以听歌。你可以听，但是你音质会变超级怪。我知道啊，我是没差，我没意见啊，我有东西听就好了。然后我那个嘛，我的耳机有可能要该换。太快了吧？太快了。你好，我那个向下按钮拨电快键，然后供电充电那边有点问题，好扯哦。啊，车全部移完了。你现在手套是要找防摔那个毛包了还是什么？都可以啊，反正我应该是先买冬天的。嗯，冬天哦。夏天再看。冬天喽。啊，走成这台车。应该是 LCQ 吧。这个我比较推一点。What you need, boss? Some wheels? I can bring them around. I'll get back to it then. 还是你想买凯旋的、啊？我没意见，可以都丢啊。我的妈！为什么？啊，靠背对哦，他是那个跟那铁。哦，那代表我运气好。哦。为什么要跳这个白痴？啊，问题。You know I've been looking for a job all day. Hey man. 对，他们到底看过那个了吗？看过了。老崔的那个。不是老崔啊，莱斯特跟那个的了。他们看吗？问他喽。You're through to your garage. You need me to bring you a ride? 没有很意外，但我。你想吐吗？是在那个嘛，那个舞厅里面吧。我刚才那个编号就是这样。I'll get there as soon as I can。干你娘！凯旋还有内衣哦，我靠，还有内裤哦。不过是英国。What the fuck？ 凯旋手套不有点都有偏贵啊，3000多那边。我操！我觉得这还。反正你只要偶尔进去，它有出现蓝点，你就走过去就好了。蓝点，如果是蓝色的人，就不要靠近。蓝点就只是丢人而已，
就是把人从里面赶出去而已。冬季现在的话，碳纤维手，冬季碳纤维的 S C 五。S C 五，我要看几滴。1300，挺好的。S C 五零。Still slipping Los Santos with myself, Troy Orbison, in the mix right now. This one underneath me, a bit of nepotism. Or is it nepotism or favoritism? Either ways, your tune to Still Slipping Los Santos. The number one pirate in the Los Santos. You said 690, that guy. I mean, it's the only pirate, actually. 1300, that guy. How's it sounding? Don't touch that dial, unless you're turning it up. And that's the other dial anyway. New voice messages.Peter, it's your mum. I still haven't heard from you. SPK 的那个 SPK 15，对啊，黑影的那个，对啊，1300耶，看，我看到有一个黑金黑影，然后也是一样啊，而且，啊，那么便宜，丢白球，让我，操，我很瞎，操你妈，你一直给我。好呗，我看到那个 Lucky 新安全帽，对吧？对，我说就是那个新品有点掉皮，不影响。哦，那下次一定的。干你娘，那个二手货啦，哥！我得看我嘞，小鼠。民生安全帽这个有。你直接去，或我建议是现场去那边买，防晒用品店去买。嗯哼，我推荐 SC 五零啊，这个我戴过。好酷、欸！夏天戴我会流汗。我顺便看一下 CBR 六五零的东西好了。定风后照镜。覆盖算了吧，夏季防晒手套还有什么？那你懂了什么？我在打铁道。我酷。GK 224好像有点偏贵。GK 224啊，这挺 OK 的。2400啊。K 二二四，哇，看点点，我又。你说日本的那个、喔？对啊，真皮的那个偏贵啊，2400，或者是阿斯顿的那个 KC 101。KC 零一。毕竟一千便宜啊，1100而已，好用。哦 ，GS8R 出来了哎、欸，35万点一，啊？比 R7 偏贵，干屁啦！哦，国外的，操你妈！
哦，没事，是13.5，爸是3.5。有点偏高哎，他的握把。NT09确定引路。哦，好帅哦！哦，哎，这 NT09好帅哦。嗯。你现在是开自动在打是不是？嗯，自动在打。有事。我一边滑手机一边在看呢、啊，我一边在帮你看呢、啊。啊？4060钛它，我的 N 档 2 SSD， 什么意思 ？What the fuck？ 怎么又是手套？干你娘！哇靠，配备 N 档六插槽的显卡哎、欸，干 ！N 档六插槽显卡，这是什么神奇的东西？4060钛的Duo 型号改造而成的，它配备 N 档六 SSD 插槽。拥有 PCIe 4.0×8的宽频宽，将剩余的 PCIe 通道给了 SSD 支援一条 N.2， 增加版本的快速设定，按得快，不会比正常主机面还高。What the fuck？ 你现在是要把它变轻量化了？嗯 ，ROG Phone 6，哦，降价了，干降了10,000多，牛逼！现在看到停雨就他妈的，对啊，你现在就碰那个电脑，他应该就会跟你讲怎么营运正面跟负面的。不用送客户回家，干嘛送？哦。I hear you're playing Good Samaritan。哦，对啊，就是如果你有看到蓝点或是蓝色人的话，蓝色人就是送他回家啊，蓝色点的话，就是把他从夜总会踢出去而已。啊，这个就是你不能撞车，然后什么就尽量不撞车，然后不能开太快。爆山跟爆雨。哦。那我们。你还是可以照顾他们啊，就是。不要撞就好了，不要开太快，不要撞就好了。这还好啦。
他每次都会打电话，那个不用鸟他。就算你没有受惊吓，他还是会打电话。这个前面，哎，那个会开吗？前面这个才会开。哦，那个会开哦。哎，那我先换车。啊，算了，我直接叫这个。这不会开哦，靠边。这样比较快，这样你应该就可以直接买金爱会员的。哦，那个是你自己的车啊，就是你刚送过来的那台车啦，那个不用聊它。不用啊，不用啊。不是啊，它是那个什么夜总会的车啊，那个不用聊它，我都没在聊。金海会员要改的应该就是特殊改装房跟那个什么武器工坊而已，也就这样个。看一下金海会员有什么可以改的。原本是100多万吗？还不1000多万吗？哎、欸，100多万。哎、欸，对啊，武器工坊跟独特工坊啦，剩下的就是看你要不要了。对，独特是改暴君的啊，武器就是改武器的啊。如果你武器如果你没有差的话，你其实可以用那个叫什么，那个怪咖工坊里面哪个就好了。因为在怪咖工坊租出来之前，我们是东暴君东这里面的，或是用，对吧？因为在那之前，那没有那个啊，没有那个免费的，所以我们之前要嘛机动钻中心的，要嘛就是这个边的。只要按 N 就可以叫出来了。哦，你知道啊、哦？你知道去地堡看货是不是？按 N， 哎、欸，你是要叫过来呢，还是你要进去里面？哦，对，载具资产一次整产生一台，那五台里面整台一台。你要先把，不然你就直接走进去那个夜总会里面吧，反正就在隔壁。它有一个地下某一层是叫什么金开威远车库，就直接走进去，后面这里有一个后门，走这个比较快。他直接走后进去就是楼下，上面前面这个门，这个门，这个门，这个门。然后里面你可以，他应该会问你说你要下去哪里吧？
然后地下一楼，地下一楼是放金开会员的啊。其他如果你有其他楼层，就是放自己的车跟那个货物的。对，这些就是你放货的地方啊，就是你有看到那些柜子，就对，就放在这里。啊，你要卖货卖？你如果要卖货的话，就是用上一样上面那台电脑就可以用了。啊，这边就是看你请几个人来做，就是会有会做多少货。如果你现在就是只有地堡、啊，就请一个就够了。他如果是一个就是对一个、啊，他旁边有写啊，就是一个是对一个。没有，他不算，因为他比这个后面粗。哦 ，OK。这地板也太亮，太会反光了。凶神恶鬼，有老子注意。他的尾巴。尾巴，他叫尾巴。哦，对了，然后这台是你送货的车。如果你的货物啊，超过这台车可以负荷的，你就要买大台的货车了。好像我不确定欸，反正他这边的货产的比较慢呐、啊。哦，对，这边的那个什么，好像也是要升级的吧？你也可以打给这家伙，可以去拿货，去抢别人的货过来。你说东尼吗？哎，金开会员不是这一层吗？还是主要是说我要进金开会员车库啊，但感觉他好像没到。这个电脑跟楼上是同一台。哦。你有一个那个货员工什么的管理员工，那个就是指派谁去做什么。如果你有之后有其他货物的话，你再请第二个员工叫他去做别的。然后这边保险箱在楼上那个办公室那边。运动用品。就是地堡，地堡那边叫运动用品。哦。他讲的比较好听啊。贩卖商品嘞。贩卖商品就是卖货啊，就是开，就是送货啊。你可以囤到200,000以上再送就好，这边货产比较慢。升级那些嘞？升级就一样啊，保全不用，剩下两个。哎、欸，剩下哎、欸、是哎、欸，他这边的升级是什么？设备跟员工。哦，员工的话就是你的人气会掉比较慢，就是他可以保持。我的人气。哎、欸。冷静一点。所以，哎、欸，所以，哎、欸，所以只有这两个吗？最后一个就保全了。哦，那就前面那两个而已啊，对啊。DJ 哦 ，DJ 不用换啊，你就用这个就好了。我也是没换呢、啊。等你哪天觉得他的歌不好听了，你可以再去新下一个。啊，什么东西？转盘。哦，好哦。啊哦，对哦，这是电梯哦。啊，我一定要先上去才能出去哦。嗯，我也是。那应该是你的金开会员还没送来，不然正常来讲会直接去金开会员那边。金开会员可以直接接任务。对啊，而且你可以直接开金二会员解任务。这边解这边，啊，那边可以出去吗？对啊，这里。这边，后面这一个。那、啊、你要上来吗？还是
哎，这样你离暴君差多少啊？铁位干你！我先去贝利扬收，我他妈这次一定要拿到他妈的好的。你要风光风暴。干衣服。衣服真是没屁用。Hello. Just a moment. With you in a moment. 家政的情绪可能说是当记者能接受极度爆发，所以不要压抑，结果中间比较贪心的，如果打扮是人在你面前插队，虽然你很生气，但不能压住你的情绪，因为那只能让你在第十次别人插队之间爆发，因为对方的朋友是当你，如果你要在第四个城市有但是你没可留给下家的方式，因为只是一个麻烦你就能赚得很好，之前你还可以通过打电话，那没有就修啊。OK 啊，你就看晚一点。啊，你说什么？我明天要上班。